你先来点水喝。哎，好，谢谢我迟到了，还让你给我准备水，真不好意思。那先拔一杯。先拔一杯呀，我有点凉。那干了呀，还是怎么的呀？那你给我来个热的，我给你粥它。喝点。我喝多了都不好意思了，你们都没喝上，没有，我们马上就上来了，一会儿都有了。好吧，你先喝点，等你们吧。女孩都到了，交流交流啊。那交流，来吧。我感觉有合架的感觉，要合架的感觉。那什么，来吧。要做好准备了吗？可以啊。啊。稍微往前再跨一步。好。我就不动了。哎，你不用。我觉得我这位置上，那女孩往中间坐坐呢？不用，那不还好好不近吗？这么点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啊，没啥不好意思，没事儿，老大方了，贼敞亮。东北的，你说整那么假的干啥？都不像东北的人了。虽然姑娘迟了到，但情绪丝毫没受到什么影响。相反的，刚一坐下，这开朗又豪爽的性格便体现了出来。这小伙也没怯场，俩人还开起了玩笑。都说这万事开头难，这俩人可显得自在多了。好喝吗？要喝的。要喝的。嗯，不错。是你平时喜欢喝的类型吗？行，我其实不挑。我就不喝芒果，因为我芒果过敏啊。芒果过敏？对，得回没做芒果的。咱你知道是谁调的吗？他调的。是我回水了，调的多喝两口。你看你得谢谢我，就是我给你敲东西的时间。你关键是啥跟我垫上了，说你平时愿意喝这个，总算没白忙活。姑娘对这杯饮料那是相当满意了，俩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不说，这姑娘对小伙子的好感度也是一下子就上升了。看来今天这相亲有戏呀。我大概说一下我吧。嗯，反正你大概应该知道点吧。听我介绍了一下。你在那个老公园上班？老公园不是动植物园。这正经的叫动植物园。我知道。然后你大概想知道啥吧。你大概知道啥，你直接问吧，多敞亮点。他说你什么护理这种是吧。护理学的是护理专业。我大学是在那个武警医院，然后学的是护士，然后后来当兵当了12年之后退伍啊，分配到现在那个单位。文职还有武职的？其实算技术型的，学的护士。你放心，不会打仗。要五十有点害怕。我一看你就这样式儿寻思，一说武警的时候大家肯定都寻思，哎呀这肯定会两下子，其实我怂死了，都不会打仗。